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那今天的美国大选已经结束了哈，那大盘也看到了所谓的急杀啊，大跌了274点啊。那投资人呐、那不要再活在当下啊。如果说你当下有危机要解除的话，好、那一鸣老师啊，好、愿意帮助你啊。但是一鸣老师把手伸出来了，好、你就一定要把手伸出来嘛哈、不要再活在当下的痛苦回忆里面，啊，不要再活在当下的痛苦里面啊。那毕竟美国大选啊，跟你所想的预期上有点不大一样，所以造成了啊，包含日韩股市，啊，包含香港股市，台湾的股票市场今天都看到了大跌。难道你以后就不做股票了吗？啊，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啊，你后面还会再操作台股吗？啊，但是先解决当下的一个难题。如何做到反败为胜？好，我认为这个是属于一个现实面啊哈。那在今天的大跌里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应该在今天的账上都是怎么样？都是赔钱的。那怎么样能够做到反败为胜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简讯啊，在早上告诉我们的会员该怎么样来做危机处理。来，好，这个地方。这个简讯内容是发给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哈，因为当下在盘中早上的10点半左右，这个美国大选啊，还没有公布谁当选嘛，啊，一鸣老师就发一通简讯了哈，当下一鸣老师把这个地方把它贴住，哦，那当然现在可以打开来，好，现在可以打开，因为现在不是盘中了，哦，来看一下哈，一鸣老师预期啊，这个川普啊当选的机会啊非常大。啊，当下还没有公布啦，到下午才公布啦啊。老师认为，川普如果当选机会大，代表什么？代表在现在的操作啊，你要先行的怎么样？啊，你要退场啦，你不要怎么样？哇，怎么一直做多啦？不必要啦，你要退场观望，你要等待一个低档区啊，可能有一个买进的讯号。好，那如果说你是一鸣老师的会员啊，那麻烦你今天按照我们的简讯来操作嘛，好。那一鸣老师有没有做到一个持股3档以内，啊，帮各位来控制一个所谓的风险？好，有了哈。今天我们调节的股票，一鸣老师都跟你写在这边，好，一鸣老师都跟你写在这边，这个叫做风险控管，这个叫做风险控管。好，那不确定的因素消除之后啊，后面会不会大涨？好，好，你看着一鸣老师节目，一鸣老师会跟你讲答案，一鸣老师会跟你讲答案，后面会不会大涨？但是这个危机处理有没有做好？我们不只是今天做危机处理哦，我们在之前啊，在11月2号也做到一个持股调节，甚至7月份的操作低买高卖，8月份的操作一样持股调节，9月份的操作一样，我相信我们言行是一致的，我们自然能够帮助我们的会员啊来做出一个避开风险的动作。好，那今天的盘势哦，一鸣老师要跟你解答美国大选之后利空到底是出尽了还是利空正在形成嘛，哦，答案只有2个，2选1，牵扯到各位财富啊如何分配。好，来，这个到美国大选，来，今天的美国大选结束了，好，大跌了274点哈，来，这是你看到的结果嘛。那相对的，在6月24号啊，英国举行所谓的脱欧公投啊，你当下认为脱欧公投不会过，结果呢，它通过了，盘中大跌300点，啊，收盘大跌200点，跟今天美国大选公布大跌了274点，这个都是利空，这两个利空消息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好，老师的经验传授给你，来，这根黑黑棒。来，就是当下哦，这个英国脱欧造成的当天的成交量来到1200亿。好，但是你会认为说，老师啊，这一天利空的冲击啊，哦，大跌的接近，哦，这个200点，哦，结果大跌之完啊，这个盘势啊就开始大涨了，好，哦，没有错嘛，哈，哦，你看到的脱欧的结果在这天发生嘛，后面的股价是大涨的，哈，哦，
那我们把时间回到今天啊，今天叫做美国大选公布。老师，这一根黑黑棒跟当下这个英国脱欧的这天利空，啊，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性？这个关联性非常大，这就考验的投资人啊，你们对于同样的两件事情，同样的利空消息，你们如何去做基本面的解答？好，那从技术面来讲的话，今天是属于一个爆量下跌，外资一定是大卖，外资是一定是大卖哈。那一鸣老师稍微透露一下了哈，在走多方格局的时候啊，啊这个主力啊啊会进行所谓的诱空的动作，那当大盘下跌的同时啊，他会不会去做出一个诱多的一个动作啊？我相信这个答案啊，你们心里面都很清楚哈。所以一鸣老师今天要送你一个大礼，送你一个天大的礼物，啊，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礼物之后，你就知道美国大选以后，后面该怎么样来操作。我相信我们都事先讲了，不会跟你事后马后炮。啊，这份礼物啊，我敢说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知道答案，啊，但是一鸣老师先讲哦。我们会传授你五项操作的一个心法，只要你能够拿到我们这份资料，能够掌握到所谓的操盘的一个心法的话，您就是一个大赢家。好，这个答案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在美国大选公布之后，你怎么样来操作，你能够做到反败为胜，怎么样操作，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怎么样大赚钱。好，注意到这份资料来。我把时间停留在今天这根长黑 K 棒。好，那有人说，一鸣老师，你这份资料是送给我的吗？对，一鸣老师要送给你的啊。我们本来说这个资料哈，就十位了哈。我相信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非常非常多。好，一鸣老师重申一次，不做任何名额的限制。今天只要你打电话进来，你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份资料。拿到我们这份资料以后，我欢迎你以后在未来的两个月之内，你可以跟一鸣老师来做出个验证。我们就验证一鸣老师现在要跟你讲的，一鸣老师给你的这份资料有没有机会帮你做到反败为胜？那这个台股的推背图，重要的资料，一鸣老师拿黄贴纸把你遮住了哈。好，一鸣老师非常关心你，希望你借由这份精密的资料，希望你能够借由一鸣老师给你的推背图，你能够做到反败为胜哈。这个地方有五大要点，五大要点，每一个要点字不多。啊，字数不多啦，都是肯定句，没有模棱两可，都是直接的告诉你，你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第三步你该怎么做，最后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就最重要的嘛。所以说这个叫推背图啦，这个推背图啊，在当下在明朝的时候非常有名嘛，哦，他就在推演这个台股啊，到底会涨到什么地方，哦，那现在可能是下跌嘛，那你就要去想说，哎。这大盘到底是上涨呢还是下跌啊？如果说下跌会跌到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做出个承接。那一鸣老师把重要的资料，啊，今天这份资料，啊，没有收你一毛钱呐，啊，我们完全是佛心来着了哈，啊。那就希望能够真的帮助到更多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哈，啊。来看到一鸣老师啊，来告诉你的哈，啊，现在你要不要做以股换股？啊，你自己考量一下。要不要把手中股票卖掉？要不要把现金换回来？后面要不要跟上一鸣老师的脚步？啊，那刚刚那份资料能够帮助你反败为胜吗？你就算不参加一鸣老师会员也没关系，反败为胜，你拿到资料你一样可以做，你一样可以做。好，那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一定非常多，为什么？手中应该都有套牢的股票，你要去问一鸣老师。我今天也会留在办公室等你啦。好，我们今天取消。这个我们助理的所有的休假啊，就是说你们都不能请假，你们今天一定要在办公室啊，因为今天啊这个台股大跌啊，这个投资人啊非常恐慌，打电话进来的人也非常多，你一定要在岗位上面啊帮助到所有的一个投资人嘛。那投资人后面会想说，老师啊，大盘啊都在跌，那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他有5000亿啊，啊，国安基金可能会进场。什么时候进场啊？那你手中的股票应该保留哪些股票？如果说你手中的股票是国安基金准备要进场的，我相信啊，你应该可以卖到一个好价钱。那如果说你手中的股票不是国安基金啊，
护盘的一个要点的话啊，那你要小心啊，哦，那你要小心了啊，哦。那投资人呐，啊，投资失利的原因呐，啊，我就跟你讲过，哦，这个地方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呐，啊，哦，你之前看到高档震荡嘛，好像每个人操作起来都非常顺啊，哦，做多做空都是赚。底部整理的形态，你只要敢进场的哦，趋势成立，你都能够赚到钱。现在面临到转折，现在面临到转折，这个转折就是怎么样？就是各位啊，人生啊最大的一个转变，可能你是个穷人，有机会你会变成一个富人。如果说你现在是富人，可能怎么样？一个转身你会变成穷人嘛？好，所以说一鸣老师之前啊一直跟你讲啊，你的股票三支就好啊啦。你边做下多啦，啊，你为什么做那么多档嘛？啊，哦，三档就好了，啊，哦，来，现在你不管你是恐惧的，还是跌下来以后你要贪婪的，啊，哦，老师现在没有分恐惧跟贪婪呐，啊，该，哦，恐惧的恐惧嘛，好，哦，后面准备进场的就准备要贪婪了嘛，你们操作一定要有方法，啊，恐惧的是现在有股票的。贪婪的是怎么样？老师我告诉你，好你敢在，我今嘛吼租金加多啦，啊，哦，我股票加少啦，我卖掉啦，我就准备要怎么样？准备要大赚一笔，好，大赚一笔要拿出方法嘛。你没有方法的，你绝对赚不到钱。但是一鸣老师提供你方法，来，今天这份资料哦，机密的哦，我们平常不会送，今天一定要送，因为今天大跌274点，好，很多人想要反败为胜，拿不出方法嘛。一鸣老师这边来导播拉近，有五大操作的要点，非常简单，非常明了，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我希望我这份资料真的能够帮全国的投资人带来一个希望，我这份资料真的能够提供给大家，好，看到一盏明灯，好，所以说今天，好，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名额的限制，好，服务人员都在电话线上，来，电话打进来。电话打进来，一鸣老师非常关心你，啊，把这份资料把它带回家，一鸣老师送给你。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千金可买早知道，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韵达投顾严老师，顶级尊荣 VIP， 买一送六八。韵达投顾严老师，即刻起限时回馈168，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愿你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姐，谢谢你。从我2年前失能后，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没什么啦，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等实施之后，妈跟我就轻松多了。什么是长照保险？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全民共同分担保费。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支持长照保险，减轻照顾负担。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大盘呐，一定有所谓的趋势啊，这个趋势的一个方向啊，啊，它也许啊哈，有时候时间会替延一下的哈，但是终究哈会回到它的所谓的
啊应该去的地方了哈。所以说美国总统大选呢，它只是一个诱因，它只是一个诱因。好，你后面看到的是趋势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才是投资人啊你要去看待这个台股大盘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看到川普当选之后啊，他会不会出现一些好这个违反金融市场的一些想法哈，我认为机会不大啊，机会不大，脱稿演出脱序演出的一个机会啊几乎等于零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个有法治的国家嘛，啊，一鸣老师在美国待了六年啊，这次啊这个总统选举啊最早开票的地方啊叫新罕布什尔，哦，就是一鸣老师啊这边待了六年的地方啊，所以我对于美国的一个情况啊，我相信比一般的分析师啊了解要比较多，啊，了解要比较多哈，啊。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啦，你可以讲很多的一个言论，啊，言论是自由的，是没有罪的，好，啊，但是一旦你当上那个职务的话，你的发言，好，啊，就会受到所谓的检视的哈，啊，所以投资朋友们，你们不用过于担心了哈，啊，我相信，你们从昨天看节目也好，看电视、看新闻，好，啊，这些所谓的播报员也好，啊，新闻评论员啊。他们在美国的资历应该了哈，超过一鸣老师的非常少，应该不多了哈。一鸣老师真的在美国待过非常长的时间呐，我对美国非常非常了解啊，所以说你不用去担心，你也不要去害怕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投资朋友们啊，川普当选了嘛，是事实嘛？川普要担任所谓的美国啊这一届的总统啊，任期几年？四年。你难道这四年你都要做空吗？啊，你认为台股啊？我跟你讲哦。从这边开始跌，可以连续跌四年吗？啊，做空的，啊，放空的，投资朋友，你告诉一鸣老师，川普老师现哦，川普这个总统啊，现在担任美国总统四年，这个四年台股都会下跌，啊，这个逻辑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不可能嘛，啊，那你们把过错，把今天的大跌啊，美国总统大跌嘛，你推给川普啊，这 OK 啦，一鸣老师接受。你在未来的四年里面，真的台股都会大跌吗？想一想了，啊，动动你的脑筋呐，啊，不要那边讲些奇奇怪怪的啊。川普在里面四年，难道你四年你要放空？你先回答一鸣老师这个问题了啊。超跌会有大利润，啊，这个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啦。啊，超跌一定有大利润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边如果是起跌啊，它不是超跌啊，它还没有进入到超跌啊，啊，啊，超跌跟起跌不一样哦，啊，不是拿一个超跌跟你讲啊，啊，超跌就有大利润，哦，看起来好像对，听起来也对啊，真的能够赚到钱吗？真的进入到空头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动作啊，你的持股有没有去做出个调节啊？七月份的，八月份的。九月份的，十一月的，包含今天的，啊，老师有做这个动作哦，老师一鸣老师有做这个动作哦，啊，都是公开跟你讲了，没有模棱两可了哈，来，三六九一硕和来，好，现在要不要进场？好，先不用急啦，急什么？一鸣老师做了第一次的操作嘛，示范给你看的啊，低档买，该买就买，啊，形态突破，好，该卖就卖啦，来这边卖掉了，你有套牢吗？没有了啊，来告诉一鸣老师，你硕和有没有套牢？没有，好，三一五二景德，来今天卖掉了，好，我正式跟你讲，我今天卖掉了，之前涨幅45%，上涨60%。你在节目里面都看到了，啊，一鸣老师也赚钱了，啊，股价创高，拉回找买点，啊，你们都会背的嘛，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卖掉？一鸣老师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景德空手，啊，空手，啊，创新高的股票，该卖就卖了啦，啊，该卖就卖。2474的可成来卖啦，啊，低档区不买啊，看到节目去买，买的套牢，啊，一鸣老师公布第一次的操作嘛，再公布第二次，老师今天你有没有卖掉？有，我卖掉，啊，我回收资金啊，啊，神盾，
你不要跟一鸣老师讲说你现在还有神盾哦，啊，神盾最近很强啊，我知道了哈、哦，来，神盾最近很强了哈、哦，你该买就买，你该卖你就要卖啊，这大盘修正哈、哦，一定要先卖一趟了，来低买高卖，啊、哦，从啊之前啊，我们看到这个大波段的操作都在低档区啦，低档区布局后面的大赚嘛。这个叫多头走势了哈，这个叫多头了哈。公布我们的操作，你看仔细啊、哦，没有一笔单是骗人的。来，你自己对一下好了，来，啊，该买就买哦，啊，该卖你就要卖。手中应该也是没有单呐、啊，啊，一鸣老师讲的对不对？好，你的金策有套牢吗？啊，有套牢吗？没有哈，好，拉回早买一点，要不要？要不要拉回早买点？来，18号的金策拉涨停，20号的金策创新高，来，这天急拉，要不要站在卖方？啊，这投资人有时候股票不是一直买一直买，每天买每天买，每天打电话给一鸣老师，老师我要买股票，老师我要买股票，你为什么你不让我赚钱？一鸣老师是帮你控制风险啊。帮你控制风险啊，低档区你就是买，高档区你的股票就是持股，就是三档，啊、哦，这个买卖有节奏，有次序的、啊，持盈保泰，大赚小赔，啊、哦，这是操作不变的逻辑啊。宇俊来，啊，你不要说老师这样股票，我看你的节目没有赚到钱哦，哦，好像不大可能呐、啊、哦，你看在这边的你应该赚钱呐、啊，你近期看的你也是。赚钱啊，但是你都不卖，那我也没有办法。你要报上去再报下来，好。19号的有没有机会布局？有，好。20号的有没有持续创高？21号的来导播拉近了、啊、哈、哦，这个叫瞬间的，啊、哦，这个盘中时间在10:36了哈、哦，自己对照一下，啊、哦，拉回早买一点，正达。啊，正达，你的正达到底有没有赚钱？啊，有打掉进来应该有了哈、哦。这个由亏转盈啊、哦，看到了长黑 K 棒啊，你吓死了，但是就是要站在买方啦、啊，啊，这个主力控盘手法就是这样子，来，来正达，啊，那正达后面该怎么操作？啊，有套牢的该怎么办？啊，一鸣老师说嘛，你打掉进来嘛，啊，老师帮助你啊，啊，老师帮你。没有，收你一毛钱，一鸣老师帮助你啊、哦。多头指标长华科，来，这个地方就是站在买方啦。你现在已经大盘开始怎么修正了，就算后面会创高，你也不要去买啊、哦，你也不要去赚那一点点价差。好，赚这一点点价差，到时候赔了钱，对不对？你又套牢了，低档区就是你最好的买点嘛，啊，布局，准备收割啦。你要割一根，割两根。你要割三根30%也可以，拉回早买点，一鸣老师也提醒你啦，啊，4根啊，导播拉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要自己有所，对吧？有所得啦，也要有所取啊，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啊，这个投资人观念啊，现在能够接受啊，啊，老师你会不会去放空？多方控盘当然会去放空嘛，我们之前做多方嘛，我们就偏多操作嘛。老师，后面来到空方控盘，你会不会逢反弹去空？会。这个答案肯不肯定啊？肯定啊。我们是做趋势操作的，我们不是死多或是死空啊，啊，死多，一直买一直买，买到投资人怎么样？没有钱买了，停损了，股价上去了。啊、做空的人呢？啊，做空人如何？好，来示范一次。来，从这个地方开始空。好，反正我就沿路加空，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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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3个月的整理啦。我跟你讲，你没钱啦，你没有钱去做空单的啦，因为你从这个地方开始被嘎上去了嘛，你怎么可能会撑到现在啦？不要骗一鸣老师啦，真的，你不要骗我啦哦。我看多了，哦，恐惧的、贪婪的，来，都全部答右，啊，
该恐惧的你恐惧嘛，该贪婪的准备啦。啊，准备干什么？老是放空，能不能赚钱？可以，但是要有行动。你没有行动，你永远赚不到钱。好，不要说一鸣老师不关心你哦，这个机密资料平常没有在送的哈、哦。今天我们所有的助理都在电话机前面，没有名额限制。这份资料五大操作要点，麻烦你来电索取。好，反败为胜就靠这份重要的资料啦。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可买早知道，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韵达投顾严老师顶级尊荣 VIP， 买一送六八。韵达投顾严老师即刻起限时回馈168，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受台风影响，各地天气不稳，提醒民众请勿。台风天就是要冲浪啊！哎，台风天还是待在家最好。好，我要出发了。台风天待在家比较安全。台风天待在家才能美美的。有民众受困在湍急的河水。台风天提早做好准备，安全。